放学了。干嘛去？还多了，热死了。不热吗？上来十多九了，发烫。上不上吊绳？他说他自己摸，有时候看有时候凉。因为最近，他摸他同桌也是，有时候烫，有时候凉。那老师说，就是说你同桌考来了。嗯。你们班今天几个没来？七个。七个。嗯。二班的。也是七个，你是老师说二班几个？最近甲流反正比较流行一点，好多学校都停课了。说不完，这二班好像也是六七个没来。嗯，不少呀。现在是发粮，知道吗？哦，现在是发粮，就是已经烧过了。老师都给他们说了，然后他们同学之间下课时候也会互相摸是不是发烧了。互相先测一下。老师都给说了，说几班几个没来的。哦。老师家长群里也说了，如果有发烧、咳嗽、感冒症状。要填那个病历，学校要上报了。我看一回来吃的是菜夹馍。哎呀，好像是几周前老师给我们说，那时候浙江好像是第一批吧，第一批不是疫情，是甲流。甲流。嗯。刘先生刚才在路上跟我说，什么疫情为什么刚完一波又有一波？这个不是那个新冠，是甲流。嗯。但传染性好像更强，是吧？这个传染性那个弱，但这个症状可能强一些。那你中午到底烧了没？有还是没有？我还不知道。你同桌摸你烧了没？但是有一点烫。有一点烫。嗯。那你摸他呢？他还，我那儿没摸他。哦。上一周不是说甲流严重吗？然后北上广那边比较严重，我看网上说药都买不到了，然后我就赶紧去买一下。我们药店门口好几个药店，就一个药店有药，而且它剩最后一盒。然后咱们有同学在医院当了护士嘛，然后他上一周医院都断药，不过也可能就断那几天就供上了。但这个药也不敢乱吃，还是要去医院化验的，如果阳性才可以吃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嗯，对。不可以随便吃。我们班还有一个人甲流了。甲流就请假了是吧？嗯，甲流是上报了，有的可能也没去医院，也没验。哎呀，这个菜夹馍吃的香。哎呀，你中午没吃饭吗？是呀、啊。花叶子都黄。这两天买的草莓，应该能结出来。草莓结果子嘞，还没呢。又春天，这个是你在网上买的？嗯。我看多了个红的。嗯。多少钱？这些？九块九。小娇娜喜欢买这些花花草草，这些都是她在拼多多上买的。花花草草。家里空气就新鲜了。刚放学的时候，我听他在路上说，他在学校有点不舒服，但是他坚持到下午就好。你不舒服要告诉老师，老师就给妈妈打电话，把你接回来，知道吗？嗯。就很少说，应该不少吧？你哪时候死的？我感冒不少。的。嗯。我倒还是感觉要凉啊，凉啊，放心。凉啊，凉啊，不行。工资还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咱俩37度。咱可能37度都捂住呢，知道吗？我发的时候37度。32，等一会儿。40嘞。差不多，你拿出来让我看一下。37度2.3，我呀。第一少吗？人家不算吧，不然结果都热，体温高。37度以上好像都是低烧呀。在发烧。我说低烧也得走。我说低烧也不让上学了，请假了。晚上再给你测一下，好了。但是如果发烧的话，100%有假的。你还得测一下才能吃那个药呀。我朋友现在就在医院了，他早上。对，我朋友今天早上在三院，你知道排多少号？排到400多号。400多号，从早上到现在还没看呢，现在也是下午4点多。现在还没看上。啊，现在才排到390号。换个医院看吗？他不是，他甲流可能要去大医院。我给咱做饭吧。我来给咱煎，这个是
鸡胸肉。嗯，鸡胸肉。鸡胸肉还是蛮好做，也蛮好吃的。牛姐，牛姐，你娃来了，你儿子过来了。现在就变成我的小家了。变成小家了。哎。别吃。嗯，你家这个黄瓜还行。那当然了，黄瓜就要放蒜和花椒，油必须一泼。不少不少，30几多多。嗯，快吃。嗯，放啥什么了？嗯，黄瓜还有鸡胸肉、鸡蛋。啊，啥嘛？我们这个姐妹群里在说这个事情，甲流嘛，嗯，不是只能大医院测，小医院也能测，只不过有的人不愿意去小医院。如果要请假的话，就要填这些信息，把这个表打印一下。周内出来玩的人还是比较少，如果周末的话，这人就特别多。没想到跟他的小伙伴玩开了。发现在外面跑的男孩特别多。小学生大部分是6点放学的，然后回家吃完饭写一会儿作业，就天黑了出来能玩一会儿。你们玩什么游戏呢？刘一涵这次赚了。啊，听过了，听过了，老财阀的，法定班的财阀。你看刘一涵才高兴。7号到3月10号，线上教学。嗯哼，刚说是甲流给你测一下，看这温度高不高，体温高不高，结果晚上就老师发来已经停课了。牛一涵刚已经高兴的跳起来了。你这样不好，你要好好吃。牛一涵小心思还不知道。回复一个疏导。那牛一涵肯定高兴。他玩完上来，看到这个消息。牛一涵，放到你心里了。你要好好上学呢，不能老闲着放假放假。你看，看这咋笑呢？你给偷着笑呢？我给我这个姐妹群里说一下。哎，又放假了。嗯。甲流现在很猖獗，好多学校都放。刚才晚上我们还在说这个问题。会不会放假是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